感觉怪怪的。有谁？我感觉不到爱。很久以前，我走路都会很莫名地数着自己的脚步，一、二，顺着线与线之间，是不是数了倍数？三、四、四。穿越了面上更闪亮，够身体不理想，升级版我已换上迈向当天。下一个，进了一个。回头来时路，我们没办法一直热恋吧？有效期限如果快到了，怎么办？这样吧。等等拿了照片的时候我们分手。然后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有像礼物被拆开一张废纸，这次应该比较有感觉了吧？是胜利那一次，能够赞会从前为苦恋所投资，谁怕用情绪就会输？就算重伤已七万次，难道我就这样害怕无下次？明天就是第二次分手了。才是成为幸运那人，你破坏了有效期限。谁记得沿路几欢迎，在这刻即使只有等你，衷心期盼在热吻上有一个男生，我还有信心。下次大概可以能碰着谁，成为幸福小姐一次。忘了旧事和男孩子热恋几次，仍然如此。有像礼物被拆开一张废纸，下次是胜利那一次，能够赚回从前为苦恋所投资，谁怕用情绪就会输？就算重伤已七万次，难道我就这样害怕无下次？到不了这个爱情的高度吗？下次大概可以能碰着谁，那会累积像今一次。忘了旧事和男孩子热恋几次，仍然如此。谁在昨日让我哭不足挂齿？下次没法怀过今次，还有那时能令我悲伤不止。谁未继续谁就会输，就算再输再不断试，然后胜利会是我的无下次。